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花样编织。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特别漂亮的小元宝花样，这把花样编织出来特别平整。它是两针一组花，起针起双数针，整个花样就是两行一个循环，很是精致。下面为大家示范一下。起双数针，我这里是起了八针，第一行编针，两下，加针。重复这个组合就是两下加针，两下加针，都是两针下针加一针，最后编针。第二行我们线下滑下一针，也就是把加针滑下来不编织，然后两下。再把这个滑下的针给它拨收了。重复这个组合，线下滑一，两下，把滑针拨收了。重复线下滑一，两下，把滑针拨收了。编针，花样就完成了，很简单吧？我们再来示范一组。第一行，我们织两下，加针，重复两下，加针，两下，加针，最后编针。反面行的织法是：编针，线下滑下一针，两下，把滑针拨收了。重复这个组合，滑针两下，然后给它拨收了，把滑针。还有一组，滑针两下，然后把滑针拨收了，最后编针。花样完成。重复往上编织，这个效果很是漂亮，这帽子挺不错的。下面就重复这两行循环去织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收看，再见。